主啊，我们一生一世属于你，欢喜快乐在你的殿堂当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来敬拜你。主啊，因为敬拜你，你与我们同在。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以用生命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供应。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的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迎向这时代。主啊，我们需要有影响这世代的生命，需要有你的同在，主啊，需要你帮助带领我们，有信心有胆量，也得蒙你的保守。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生命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供应。需要有影响这世代的信心，
主啊，外面的世代是这么样的，在罪恶里面而招致了这些的瘟疫，但是主，你来就是来拯救我们，除去这一切的罪恶，也让我们除去一切的死亡的威胁，因为你就是来解决罪恶和死亡的问题。主，我们谢谢你，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切问题结束了，撒旦魔鬼退去，我们被圣灵充满，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帮助带领你的子民百姓天天都来亲近你，也感谢主，让我们活水得胜教会天天我们都来亲近你，渴望心如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活水江河来涌流。谢谢主，我心心如你同在，生灵恩与浇灌我心，求你充满我，改变我生命，我要多想你，更多取水。谢谢主，我们的心可想你，渴望你的同在。如今我们不是问这个瘟疫什么时候结束，要怎么解决，乃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你的同在。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
谢谢你在这泉源。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生命恩与交换我心。主啊，圣灵的恩与浇灌我心，也浇灌现在在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的圣殿中，我们也完全相信你的同在，你的保守。我们的心渴慕你，渴慕进入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需要你不仅在主日，主啊，每一早晨到夜晚，你都与我们同在。主，你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赞美你，感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的诗歌，我心渴慕，哈利路亚，谢谢主，又来到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安息在你的脚前，定睛你的容颜，你可听见我心中，我心中的默念，默念和我对你，我对你的爱。主，是你先爱了我们，对我们的爱无限。主的话语为甘甜，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施恩座前。我心渴慕，又来到你的面前，安息在你的脚前，定睛你的容颜，你可听见我心中的默念和我对你的爱。我
主，我们相信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主啊，不论顺境逆境，不论事小事大，主啊，你都乐意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是独行其事的神，掌管万有的神，你创造了万有，万有只要来投靠你，也得蒙你的保守。你的儿女只要专心亲近你，亲近你的，你就必亲近他，魔鬼就必惧怕逃跑了，也为我们保险划清一切的界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的心全然奔向你。主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心每天都有喜乐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大而可畏，丰盛的恩典，一下爱你，受你诫命的人，受约十字爱，心事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施行拯救，因此一次垂听祷告，愿主我主天使引导。哈利路亚，主啊，你引领我们，我来奔向爱我的神。
施恩的手中，主啊，你的手又愿是施恩的手，是大能的手，因为你钉痕的手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的罪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心投靠你，亲近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每一天所有的时间安居在家中，安居在家中，我们就是来祷告，来亲近你。哦，主啊，每天清晨，哈利路亚，我们把声音给降低，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每天的清晨，你都来亲近，你都亲近我们的。哦，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主啊，是的，主耶稣，你是永远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健康，让我们的身体、灵魂都一起的兴盛康。哎呀，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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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赞美的诗歌不断的在我们心头萦绕，哦，主啊，喜乐的乐歌带给我们喜乐的圣灵，圣灵大大充满我们，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就是有永恒，永恒的盼望，哦，永恒的力量，永恒的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做我的羔羊已经得胜，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主要带领我们今天的信息被你的灵大大来充满，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赞主。真神，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赞美你，哦，耶稣，谢谢你，我们把所有弟兄姐妹的健康都交在神的手中，有你同在就是天堂，有你同在我们就有力量，就有胆量，就有信实，我们也为在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神的手大大的按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来高牧，哦，高牧我们的陈达弟兄，高牧我们的朱宁姐妹，高牧我们的哦主啊，哦主啊，我们的弟兄，哦，在负责投影的弟兄，高牧牧者，哦主啊，高牧这会堂中的每一个角落，赞美你，感谢你，哦，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平安归给哦你所爱的众儿女，也让在家中安坐在家中，哦，用信心来投靠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儿女都看到主的荣耀。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哦，让你的平安大大充满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田里，主，让我们靠主得胜又得胜，得胜有余。我们也为每一天活水得胜教会的晨祷，我们透过网络，哦，主啊，让每一天每个弟兄姐妹，主啊，都养成早起的习惯，来亲近主的习惯。每天晚上，我们的众同工天天都聚集在网络视频，我们用视频的方式来投靠神，来为众教会祷告，为我们的活水得胜人祷告，哦，为国家，哦，为整个的世代祷告。主啊，你是垂听祷告的神，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知道你已经听祷告，你已经正在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正在运行，正在让我们得胜又得胜，谢谢主，我们等候你，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主你医治大能也临到所有主要被一些的病毒沾染的一些的灵魂，你存留他们的气息，目的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得蒙救恩，也让他们的亲属早早报得你的慈爱，早早的蒙得你自己的恩惠怜悯，得到你的医治，得到你的拯救，让我们度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没有白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向着永生真神的天家，那永远的国度勇往直前。谢谢主垂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